Shila is a leading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ist whose work will be presented at the Chinese Pavilion at the upcoming Venice Biennale in late April. By juxtaposing elements from Western art and history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s, he creates a new contemporary aesthetic and a timeless dialogue amongst his predecessors through his works. He also uses installations, videos, and other creative media to advocate 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cultural concepts into modern visual thinking. I met up with the artist at his latest exhibition, Correspondences, at Beijing's Nanchis Art Museum. Take a look.《星会》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受启示是受到了梁启超的启示，通过宋词里面的各家宋词，李清照啊，这个苏东坡啊，很多的这种宋词，然后把它汲取，用现成的东西摘出来，变成一个新的一个综合的不同的作者完成的一个作品，所以我这个里面其实也是汲取，只不过。 我现在做的集聚的视野更加多一点，我把西方放进来了，对吧？所以也不仅是西方，我们有我这里面感兴趣的，也有波斯文化，也有印度文化，对吧？有很多的我感兴趣的这种更大的美术史的范畴，就是咱们就把它拈来，做成一个新的一个局面，就是对这个世界会产生一种新的联想。 新的看法，这个世界是过去有的，可是它是未来的，它是一个新的，是过去没有见到的一个新的局面。这个展览的作品基本上是我在疫情期间画的，一个是我的研究，比较关注的是一个中西合璧的问题，就如何在东西方文化中间，做一个比较研究，然后。 产生我作为一个创作者一个画家的身份做的一个答案，这是我的一个多年来的一直探索的方向。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呢？ 这个时代，我们所谓云时代，图像的资源，信息的资源特别丰富。以我们对过去艺术史的了解，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参照的东西，我们可以拥有的传统，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传统，实际上是一个人类文明的一个共有的景观。我们可以随便去从现成品当中找到。 他们的合理性可以变成一个上下文的或者是对偶的关系，比如说我们身后的这个作品啊，是叫倪瓒和达芬奇。倪瓒是元代的非常清雅的、极简的一个艺术家，达芬奇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三杰之一了，不仅是一个画家，而且他还是建筑师。 对吧？解剖学家、科学家，他有很多发明，所以他是一个极其繁复的一个人啊，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所以把这两个简和一个繁这两个放在一起，这个碰撞让我们会得到一种非常欣喜的感觉。这个上下文的关系，我觉得特别有趣啊。所以在我的这个作品当中，我是对。 一旦能找到两个很遥远的距离的艺术家的相会，我自己是很兴奋的。这个相会实际上是由我来介绍他们的，握手言欢的。在文化的交流当中，文化的比对当中，尤其是中国的和西方的欧洲的绘画，我们认为这是不相容的两个系统。 可是我非常惊喜地发现，他们两者有些表现的手法是非常之接近的，这可能也是人类
在图像表现上的一些最初的一些理念可能是有一致的地方。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画它不再遭受意识形态的这种捆绑，当我们以一种重新以一种历史的眼光，或者是以一种艺术的眼光在看待中国画的时候，反而带来了更多的开放性，这就是我觉得徐磊老师，他重新把写真传统纳入到当代中国画实践的意义。它里面大量挪用的其实是，西方或者是中国，甚至到世界各个领域文明当中的这个艺术史的这种资源。它很强调的是如何在一个开放的语言结构当中去使得中西世界优秀的文明之间能形成一种交流互通的对话的一种状态，而这又和我们当下正在遭受疫情，国家和文明之间开始出现隔绝的这种状态，正好形成一种张力。我觉得这种张力恰恰是我们现在每一个人内心正在召唤的一种世界走向一种共同体的一种状态。